行，你别动，我去给你盛粥去。真乖。哎，对了，这是你昨天钓的。谢谢。 谁啊？人呢？喂，沈特助，阮总在公司吗？他去媒体村了。 回去吧，别跟着我了。不行，今天风这么大，又这么晒，我不放心你。我没事，你不用总提醒我。你这样是不是因为昨天见了孔真？洋洋告诉你的。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是不是我每天去了哪儿见了谁，一天喝几次水，你都要知道？ 你知道提着灯笼的蚊子是什么吗？萤火虫。哦，原来是萤火虫啊！哎，阮正，你和孔真之间发生过什么，或者说之前发生过什么，我都不管，一切都到此为止了。他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你要离他远一点，知道吗？ 再喝两口吧。孔真，你来干什么？阿正好不容易休息，带我出来一次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为什么？是因为他吗？你在说些什么胡话？
공장! 아저! 孔真，你醒了，医生说你低血糖晕倒了。阮正，我是洋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阮正呢？是他送我过来的吗？他跟我说你生病了，我立马就过来了。这样安全吗？不会被录音发现吧？ 不会有事的，这是我朋友的医院。你现在还很虚弱，不要想这些。孔真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你能不能不要再生我的气了呀？我认识杨洋这么久，还没见他这么喜欢过一个女孩子。你说对吧，阿正？不是他的错。 是我的错，那就是小情侣吵架了，很正常。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们休息了，走吧。杨洋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 所以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？我不知道。孔真，不论怎样，你都不应该再逃避了。你难道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吗？现在已经很清楚了，不是你爱上了别人，是从头到尾只有梁宇。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，我怕……你怕他认出你却故意骗你，怕他们联合起来耍你，怕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。 对吗？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帮你，只有你自己说出来，迷雾才会散去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他真的是那样，那你有什么好留恋的呢？孔真，我去给阮总送个饭，加上今天请假了，有什么事情你随时联系我。送饭吗？嗯，我去吧。你下午不是还要去见合作方吗？那也行，麻烦你了。嗯。你要不要一起吃一点？不用了，我今天来是有其他的事。什么事？ 杨洋不就是梁宇吗？我知道，那是他跟了坤叔之后改的名字，所以我才一开始就以为他是梁宇。但是我发现，他好像不记得我们之前发生过的事。我不知道，是他没有认出我，还是根本从一开始我就认错了人。 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？或许，阮总认识一个叫孔如墨的女生吗？不认识。那你，孔真，我没兴趣知道你和我弟的情感问题，我也没办法解决。 你的情感问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今天没有请假，那你就还在工作时间。沈特助让你今天来顶家政的班，那就说明
你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。什么工作？逃避我的问题。管好你的未婚夫，不要再让他出现在孔真面前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现在情况变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孔真是谁吗？谁啊？我找人调查过，她就是10年前阿正喜欢的那个女孩子。你说什么？阿正应该跟你提过她，当初你们一个为了看爸爸，一个为了看妈妈，于是暑假的时候你们互换身份，让他跟坤叔回了乡下，成为了良宇。你是说孔真就是阮正当年追求的那个女孩？是他借陆浩的车要去见的那个人？如果没有那场车祸，他俩本来就是一对。所以我是一直夹在中间的那个人。洋洋，我跟你说这些事情不是为了看你现在这样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这场仗从一开始就已经输了，那还怎么打下去？可以的，而且只有你可以。什么意思？从现在开始，像你们小时候玩的身份互换一样，你来做阿正，永远的成为阮正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我说你来当阮正，只要你真正的成为了他，就可以拥有他的一切，包括那个你想要的孔真。你疯了吧？我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得到孔真的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。你的生活？你有什么生活？你连个身份都没有，还跟我谈生活。10年前，开车的人本来就是阿正，是他拿走了你的人生。我要怎么扮演他？我来解决。我会带阿正走，我不在乎他什么身份地位，我只要跟他在一起。真的疯了，我跟你不一样。不，你和我一样，我们都渴望爱，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得到的爱，我们永远都只会屈服于触手可及的温暖。孔真在这儿。睡着了。
你送她回去吧，我知道她是谁了。她就是那个女孩，对吗？10年前，你带着我和阿豪要去告白的那个女孩，你一开始就已经认出她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还喜欢她吗？ 重要了。好，从今以后，就只有我一个良玉。你和孔真之间发生的任何事情，我要全部知道。怎么来我家也不说一声呀？这是你的。憋着吧。不好意思啊。 我不知道怎么睡着了，最近这几天睡得都不是特别好。没事儿，外面风大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麻烦了。其实我今天是特意来的，我来找阮正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阮正都告诉我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之前没有认出你。什么意思？车祸之后。 我的记忆就有一些损伤，有些事情我就不太能记得起来了。后来坤爸把我送出国，也是为了不让我想起以前的事儿。不过，我一直都记着，有一个女孩对我特别重要。幸好，命运又让我们相遇了，还是我们重新相爱。这难道不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吗？ 梁雨，对，我就是梁雨。孔真，周末你有空吗？我想约你吃饭。周末？嗯。8月27号，那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日子。那一年，我失约了。 这次我想尽力弥补遗憾。任总，孔助理让我提醒你，今天晚上7点在湖心小筑和旭日集团的老总有个重要的饭局。知道了。 所以，旭日集团的老总，就是你啊！我知道，以正常的方式约你，你肯定不出来。孔真，阮正，就给我一次和你共同进餐的机会吧。 这首歌好听吗？还可以。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好。这首歌。
是以一个死去的士兵的口吻，讲述了一段不可实现的爱情。无法实现的爱情，跟我一样。你和洋洋又闹别扭了吗？今天我们不谈洋洋，聊聊梁宇吧。我们上次不是聊过了吗？还没聊完。阮哲，你可能不知道梁宇对我而言有多重要。我跟你说过我在美田村长大的事，但好像从来没有告诉过你。我在那里大部分的回忆都不是很好，我从小就被大家孤立，然后梁宇出现了，只有他愿意跟我说话。你不知道，当时他在所有女生心中简直像一个梦，但他竟然说喜欢我，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他怎么会喜欢我。所以当他失约的时候，我自然而然地以为他是在耍我。洋洋不是这样的，他是出了车祸所以才对你失约的。是吗？是的。所以你选择了夏洛。其实挺好的，她那么漂亮，像个真正的公主。你和洋洋也挺好的。今天是8月27号，是属于梁宇还有孔如墨的日子。希望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，梁宇没有发生车祸，他们在10年前就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一直没有机会还给你，里面的歌很好听，尤其是现在这首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以前我在梁宇睡着的时候偷听过他的耳机。One step away from where I've begun.
如墨，会有人代替我，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，陪你度过难关。哎，孔真，你提前来了。你哭了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杨洋，我们分手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为什么要分手啊？因为你不是梁宇。对不起，我是因为梁宇才跟你在一起的。孔真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就是梁宇，是不是阮正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别再骗我了，别再拿梁宇的事骗我了。好，那你跟我去个地方。洋洋，陪在我身边好吗？心底有太多太多的情话，我想这就是爱情吧。心早被孔真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努力了。我知道我不是你心心念念的那个梁宇，但是我真的很感谢这个误会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。孔真，因为你，我第一次感觉到被爱。你会因为我哭，会因为我笑，你身上有我向往的勇敢和力量。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和阮正共用一个身份，但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他把你给抢走了。直到后来你告诉我你喜欢的是我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一刻我有多开心吗？我第一次觉得我把阮正给赢了。洋洋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我从一开始就不是你心里面喜欢的那个人。我也有想过放弃，但是我还是又自私又侥幸地隐瞒了这件事情。我想让这个短暂而又美丽的误会再长久一点。孔真，是我做错了。从一开始就是我的错，把你误认成梁宇，给你带来了伤害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不，孔真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如果我们两个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，那我们可以让这个错误再继续下去。我会向你证明，通往幸福的道路不止一条。我和他可不一样，我不会让你担惊受怕，不会让你顾忌猜疑，不会让你伤心流泪。我会全心全意地爱着你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代替他成为你的梁宇。但你就是杨洋，不是梁宇。杨洋，我和你在一起很开心，很舒服。你给我的感觉像一个认识了很久很有默契的玩伴，也像那个爱捣蛋却很依赖我的弟弟。我会习惯性照顾你，对你好，但我们都清楚地知道那不是爱。萤火虫很美，但那不是我和你的回忆。对不起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
嘛。我想离开了，我受不了软弱了，我不想每天看到一张跟我一样的脸，然后我还有点卑躬屈膝的求着他施舍我。我承认我输了，我永远都比不上他，也没有人在意我。走，我走，我消失可以了吧？你留下来好好治病，等你病好了，我就接你回家，回到我们两个人之前的日子。苦，苦是苦了点，比现在强吧？是吗，坤爸？啊，你想一走了之？嗯。去哪儿？不用你管。陆云发现怎么办？我说了不用你管，就算我被他抓了，我被他杀了也跟你没关系。你以为我想管吗？现在是美铁村项目的关键时期，陆云还在虎视眈眈。如果他利用你来威胁我，我能坐视不管吗？你会那么好心？你会去救我？如果我不救你，就凭着你和我这么像的一张脸，足够坐实你是我弟弟的身份。到时候，阮氏集团为了利益，不顾亲情道义的舆论就会铺天盖地。我可不想，美铁村还没有开发呢，就折在你这么个人手里。阮正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我这么个人？这段时间我够配合你了吧？我现在想退出，我想走。我想回到我原本的生活，不行吗？回到你以前的生活，身无分文、躲躲藏藏的日子吗？这些东西，不都是用我的钱买的吗？你的衣服、裤子、鞋子、皮带，哪一个不是我买的？好，我现在全都给你，可以了吧？行，既然你这么硬气，别忘带上你的坤爸走。阮正。什么意思？你要停了坤爸的治疗？是。你一定要把事情做到这个地步吗？是你的错。对付不听话的人，就要用一点特别的方法，不是吗？你给坤爸治疗的钱，对你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儿啊。没错。但是我是一个商人，我关心的是，我这笔钱花的高兴不高兴？给你的坤爸治病的确没用什么钱，但是我现在不高兴给他治了。我要让你知道，这是我的公司，我的钱，我想治就治，不想治就不治。这钱算我欠你的，我还，我会还你的。还？怎么还？你和我不一样，你一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钱。阮正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他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太晚了，你总要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代价。把你这些垃圾收拾好，等一会儿，沈章会带着你还有你的坤爸去机场，小心点，别被陆云发现了，要不然你知道后果的。对了，你走之后，我可以不用顾及你的想法去接触那个孔真了吧？你在说什么呢？本来因为之前的事情被他缠上，我觉得很烦。误导你和他在一起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可是我没想到你这么不中用。不过还好，我看他还有几分姿色。他要是真的很喜欢我，我不介意继续逗逗他的。你混蛋！
阮正，你真那么爱你？你怎么能这么说他？你根本就不配！我来守护他，我也是阮家，我也是阮家的儿子，我也是爸爸的孩子。我本来是可以生活在阳光下的，我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名字，而不是整天带着坤爸东躲西藏，整天为了坤爸的病而担忧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当阮正，我要当梁宇。 我会救坤爸，我会和孔真一起拿回被抢走的人生。夏洛，你之前说的事情。 我同意了，你过来接阮正，不，接杨玉。